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阿米的 SR762， 枪身采用的是6061的锻造铝合金，枪机呢是钢制的，那枪机头的话呢是7075的铝合金。OK， 那使用的是 UR-X3 的铝合金。原厂就采用6.03的精密管，动弹数的话呢是28+1，那使用的是这种弹壳，看一下，那我们就可以来上弹啦。